阿妹，你新交的吧？哎，阿妹都要玩的，你知道不？哎，那哪卡的呢？等会儿弄。给给姥姥，要来包，没啥家包。哎，哈哈哈哈哈。阿妹在笑了吗？哈哈哈哈哈。阿妹在笑了。 我今天先播报一下8月1日的一个新闻啊，缅美同盟军报道，从当阳方向前往拉修的18辆军车，运载着有多少人呢？300多人的军人准备进攻拉修，与同盟军发生了遭遇战，苗来武装就有50多人当场被打死，100多人受伤，部队被打散，苗来武装就这点军人还得敢向拉修去前进，这为什么呢？其实这点人就是杯水车薪，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失败的命运。原来军方守军有几千人都被打垮了，派这区区的3000人去送死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。因为苗来已经把牛吹出去了，拉修还在他的手中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苗来武装这些政变军人想装装样子派兵前往，也能说明军人现在是无奈呀，矮冬瓜头都大了。军方为什么将当阳当时交给了佤邦，就是为了抽出那里的部队支援拉修，但现在成了马后炮，白白的葬送了这300多人的一支队伍，军人现在也就实在是无兵可调啊。拉修的重要性众人皆知，军人不是不想去保住啊，而是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再坚持下去。我们也看到曼德勒的外围已经被收复了35个军方的据点，离曼德勒的市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前天又有400多人放下了武器投降，扬缅高速军车接连遭到了袭击，苗来武装死伤惨重，仰光市区的警察局军营也遭受了炸弹的袭击，有伤亡。若开、青邦、克青、石该、马圭、克伦、克伦尼、孟、莫古、博古地区各地的战士捷报频传，这也许就是战前的骚扰战，大战在运筹之中啊，预计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。缅甸局势明摆在那里，不管国内国际都已经到了彻底要解决的时候了。一般来说，涉及国家的政治，军队成了关键一方，
国际上许多国家发生内乱，军队起到了定海神针稳定的作用，而这次缅甸的米昂莱武装成了始作俑者呀，直接的夺权镇压反抗的国民啊，多少国家成功的利用了这样的武力可以长期的奴役自己的人民，没想到米昂莱这次矮冬瓜把这个事儿搞砸了呀，这个看起来的大象却被蚂蚁给啃食，即将成为了一具尸骨。这次缅甸人民对抗米昂莱武装那可是英雄辈出，光仰光就有数不清的英雄出没在街头小巷，各种宣传活动及袭击军人的方法层出不穷。即使成百上千的人被抓被杀，但是也没能阻挡这些年轻人参加革命，使人是越杀越多呀，还呀，报道都报道不过来这些人的丰功伟绩。别的国家出现一个英雄人物啊，都宣传到啊地球之外了快，而缅甸成千上万的这些英雄啊，只是静静的默默的奉献着自己，修的是他们自己的来生，化作灿烂的星星啊，永远留在了缅甸人们的心中啊。缅甸人民勇敢的为了自己的国家是敢于担当，这样的民族啊，怎不叫人去敬佩呀？可能有些人不了解缅甸会不屑一顾啊，还想冷嘲热讽，置身事外的想一想，这些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，献出自己的生命，而活着的人难道不应该去称颂他们吗？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缅甸，了解这场战争为什么发生在缅甸，为什么军人发动军事政变，能够真正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。只要有机会啊，我就会尽量的给大家说到，让大家从一个侧面了解更多在缅甸发生的这三年的事情啊。那我再报一下今天8月2日啊，魔头矮冬瓜米昂莱在上月底的加隆会议上赐封戴总统，并表示马上在控制区不管他一个3721进行所谓的大选，准备先临时抱佛脚试试。现在已经传出了几个版本，那可就是无风不起浪啊，肯定也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选项。第一个选项，吴登盛担任总统，不是选出来的，是他们阴谋计划内定就完了。魔头矮冬瓜米昂莱仍旧担任三军总司令，为保他的命，让他在退休可以安全的落地，他想的太简单太美了。第二个版本，前军政府时期的情报局长，后来又担任过政府总理，最后被窝里斗抓进监狱的亲妞，让他出面担任总统。第三个版本，矮冬瓜为总统，军方二号人物索文升为三军总司令，领四个心腹上中将共同掌控三军将士。我认为矮冬瓜最中意的肯定是第三个版本，前面两个版本当然是设计者喜欢，归根到底这些版本都是自说自话的一个笑话呀，他们把缅甸人民都当成了傻瓜吗？这种不换汤不换药的伎俩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，也根本改变不了米昂莱武装失败的命运啊！强势的矮冬瓜米昂莱现在是走投无路啊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不能为继，这几个懦夫不可能改变缅甸的现状。民族团结政府 NUG 政府与 PDF 国防军及少数民族联军不会被他们的把戏所迷惑，也不会因为换了一个魔头而握手言和，他们军人的本质没有改变，只是换个人变了，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。他们以为米昂莱是个人的行为得罪了缅甸全国人民，只要把这个矮冬瓜换下，缅甸人民就会接受军方人员的存在。换汤不换药，说明某些决策者他们是坐在云上面看吗？是在想象这些所有的事情吗？是根本不了解缅甸的现状吗？缅甸人民唯一的诉求现在就是统治集团让他们放弃权力啊，去革他们的命，为了奴役缅甸人民，他们所做的一切啊，都是要受到惩罚的。他们也想让军人的利益最大化，
从来不会考虑缅甸民众的感受。今天军方公布了地球上最强的抢钱模式，仰光第一批107 108加108单将吧，是不是看梁山伯看多了呀？107家公司接到通知，按额度交美元给军方续命。这次交易的金额标底是1700多万美元啊！若不交，这些公司的营业执照啊，他们的身份证、护照全部被没收。这些公司生存至今，应该都是与苗来武装这些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，也是军人的基本盘。军人也考虑不了这么多了，也顾不上这些人了，还是不是我的兄弟，自己的命都要紧，所以续命要紧啊。缅甸整个社会已经动荡不安，动荡不堪，只不过这是刚刚开始吗？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将会榨干整个缅甸社会资源，自私自利是他们军人的标志，是他们的特征。他们所有的作为只会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啊！他们不只想做婊子，又要立牌坊，折腾自己的百姓，选他个奶奶熊的领导啊！他们竟然敢做就敢当，直接宣布自己想干啥就干啥，还演这个戏干嘛吗？不觉得累吗？还真把自己当作能得到奥斯卡奖的男一号了吗？军人集团这些蛇鼠一窝，造成了军队内部的混乱。最近已经有了大批的军人纷纷的离开军人军队，倒戈到人民的一边，有些已经参加了 PDF 国防军、保卫军，在各地打击顽抗，在各地的打击顽抗的残余的军人。这些灾难的制造者如今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他们是坐立不安、废寝忘食，想不出任何的好主意，做出的事情越做越错。主要是原因呢，他们干的坏事、伤天害理的事情太多了，他们的那个糊涂脑袋啊，产生的都是尽是馊主意，等待他们的也就是一个结果，人民的审判。还是感谢大家长期对我的支持啊，你们的鼓励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啊，我会继续努力加油啊，我们下集再见。